抑郁情绪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哪类人最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名医在线邀请黑龙江神智医院的赵永厚博士帮您巧妙排解不良情绪，欢迎收看。来，名医在线寻健康良方。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张欢。今天我们演播室的主角呢是陈女士，她27岁了，从小性格很外向，活泼开朗的，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呢，很早就辍学了。后来在朋友的亲属的工厂里面当库管，从此以后就经常自卑自责，觉得自己什么工作做的都没有别人好，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在陈女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她又属于什么样的精神类疾病呢？今天在我们演播室中将针对这样一个话题跟你好好探讨一下。那么今天同样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来自黑龙江神智医院的赵永厚博士。下面通过一条赵博士你好。主持人好。像刚才我跟你说过了，咱们今天这个案例陈女士27岁了，跟以前咱们的案例相反的是，她性格不内向，还是很外向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就产生了很多自卑的心理。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丈夫，也是单位的一个技术员，已经结婚生子了，家里没有让她操心的事儿，所以也没有什么病情的诱因，但她就是开心不起来。您看这个情绪问题，该怎么办好呢？属于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个人吧，情绪问题有几大两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参加工作了，因为她从小没有自己的去努力去学习。知识文化呢比较少，这样子走着工作起来以后呢就比较困难，比较吃力了，吃力了，跟别人比呢就感觉有一种压抑，一种总是跟同志比啊还差了一个半截，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个人的性格，虽然他性格是外向，但他内心世界呢比较空虚的，就是对自己啊没有一种呢做事情没有一种的力量，也没有不相信自己，所以说导致呢这种呢就是情绪低落啊，这种低落我想他还是第一个那个条件。那么一个人呢从小学习啊是非常重要的，你打好基础，不要从小学，你学习好坏决定你初中，那么你初中学习好坏决定你高中，高中学好你考大学，就是这样。那你大学层层积淀的过程，积淀了一个过程，那么他积淀就是不理想，不理想当中，但他很好在哪儿，他家庭很好啊，各种环境啊各方面都很理想。那么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内心的没有原因的一种呢痛苦的一种情绪低落。那么每个人呢往往都是有悲哀，有创伤，有一种压力，有一种呢无常的没有原因的出现，这种呢情绪呢造成低落，这是一个持久性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抑郁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呢先自己来分析的是没有啥原因，那么咱俩给他分析呢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那么一个人呢在一个人的脑海中啊，一个思维转和不转，内分泌兴奋和不兴奋的问题，就跟你的情绪是决定的。为啥？比方说你情绪好，你的内分泌肯定要是很好的，很到位的。为啥？你的腺体呀、血液循环呢、人体的脏器各方面的血都是一种兴奋状态。如果你的情绪不好，导致你压抑，各个腺体分泌比较少，久而久之怎么了？产生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他现在是一状态恶性循环。那么激励明白了，那么他这个症状是怎么原因呢？主要是说他的一种啊内分泌的基础啊比较差。人身体的状态啊，生活的快乐不快乐，主要是看一面色，看你的眼神，
看你的气色，气色看什么？看你的食欲，食欲怎么样？你睡觉好了，饮食好了，我想这个人呢，他肯定是一种呢快乐的型的。那么他呢，性格和他得的病呢是不符合的，他性格是外向，对，外他得的病呢是一个忧郁型的症状。那么每个人出现了忧郁和快乐这个种是一个矛盾当中。那么也有很多在临床问我啊，说医生啊，你看我家这个孩子吧，大咧咧，性格比较那个和同志啊和同学之间呢都比较柔和，而且性格比较外向，他怎么能得精神疾病呢？不理解。这里没啥不理解的，精神疾病啊，不是就决定一个，就是内向人就决定一个分裂症，外向人不得。外向人主要是一个刚才说一个内涵和外涵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呢就是一个这个比较典型的内涵空虚的。那么情绪低落有几大特点。第一个，一个人呢情绪低落分上下午，比方说我早晨起来以后，我的情绪高兴不起来，悲观失望啊，我对这一天工作呀愁啊，这天天工作咋做呀，没有兴趣啊，我看饭早上饭也没有食欲，一天头晕眼花啊，昨天晚上睡觉也不太好，这种早晨要出现的一种情绪，就证明啥？他头一天晚上睡觉质量不好，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可能头一两天呢有点什么小事儿，没有他心的疙没解开，这是早晨出现那个情绪低落的。那么有人中午啊上午一早起来挺高兴，上班也挺高兴，处理完了，一到九十点钟，出现了那个情绪呢。低沉，啊，一天上班没啥意思啊，就这点事儿都完了。你看我一天就这个早上起来怎么怎么，就开始说自责了。他出现啥自责，啊，东张望西望望，看别人都给他忙工作，他因为一无其事，没事了，没事了，没事还不说呢。他说这帮人无能，还给他底下干活呢。你看我多好，干完了这么一情况，他自己心里是啥呢？性格外向的，感觉自己很饱满很充实，实际上他又一放一会儿说没意思。你看一天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没意思，所以他出现的啥呢？自责低落。这种情况还出现什么呢？有一种呢狂傲有点自大的那种心理，自大和自己的状态和自己的工作现在不符合的状态，这种情况出现容易导致啥？一个轻微的躁狂啊。另一点，下午出现那个有时候情绪极其低落的。什么叫极其低落呢？就是干脆头抬眼不睁，有时候不讲究卫生啊，但也能工作，也能学习，也能上班，但是不修饰自己，啊，另一点呢，对周围的一些环境啊，漠不关心啊，跟他有没有在不都一样，特别是在家里，进屋就是关着门，就是睡大觉，而且待在屋自己研究自己的一种不正常思维的那种表现。另一点出现就是，啊，那个极度的啊。极恨的一种呢，比方说同学呀、父母啊、同事啊、邻居啊，这种情况出现的，有一种呢自残的感觉，就说啊，你看看我那个相中那个别人的周围的老大爷多好啊，一天一看溜达没啥事儿，一天挺高兴的，你说我要赶上那么大岁数多好。实际上他这种想法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想法，离奇的一种想法。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出现了一种呢自责要自杀的情况。一般下午出现的情绪低落呢，90%或95%都是啥严重一个抑郁症。所以说情绪啊，在临床分了几个段几个过程。那么总体一个情绪低落上是这样一个表现啊。那么不管是什么时间段，那么每天出现两次情绪低落的，刚才我介绍这些症状呢，比方说伴有头晕的、眼花的、耳鸣的、记忆力不好的，还有出现呢躯体症状的，就是说身上有重窜的感觉，有像过电的感觉，有人说呢，老年人说我的身上像那个辣椒面那种感觉，这种感觉。还有人说啥，说我这个身上躯体症状我无法形容，就是痛苦，那我就是不想活。这种情况呢，出现那个情绪低落的呢，如果每天出现两次到三次，每周出现4到3天的，这就属于啥了？诊断抑郁症。战后博士提示您，如果您每天出现2次到3次情绪低落，
并伴有头晕、眼花、耳鸣、记忆力不好等症状，而且这些症状每周出现3到4天的人，则可诊断为抑郁症。那么在这里抑郁症这个前提下呢，必须超过2周以上，说你有这个病当中啊，必须持续到2周以上。那么时间呢，每天出现多少，每周出现多少，这都是在医学当中是有固定的一个诊断一个标准。那么超过2周以上呢，就可以诊断呢你一个抑郁症了。那么在这里当中呢，一个情绪低落呢，还可以考虑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年龄段也非常重要，老年性和青少年和中年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个人的情绪变化不是那么简单，就是给诊断来一个病人，我情绪不好，我睡觉不好，抑郁症，不管哪个医生都可以诊断抑郁症。所以说啊，在临床上我曾经写过一篇报道啊，那么现在抑郁症发病率是高，但没有像所大家认为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医生啊，他不是专业的，给诊断错误了。错在哪儿了呢？主要是错误诊断抑郁症了。在80%至90%当中都是抑郁状态，他俩有个区别。一个人的情绪不好是有原因的，就是正常的，自我不超过2周调整完全正常。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像我刚才说那个频率的话，有自杀倾向，或者说已经实施自杀了，脑袋每天要出现1次2次蹦出来的话，自杀的不想活的念头，这样才可以方可诊断抑郁症。所以说有很多你可以对号啊，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就不是抑郁症，叫抑郁状态，是一个人体的生理机能的一种反应，正常的一个反应。对，这时候千万不要用药，如果没超过2周的话，我认为不要用药，自我来调整。方法曾经我也介绍很多的方法，找原因，然后开始家庭锻炼，然后采取呢一种呢食疗各方面的心情疗法治疗，蛮可以调整的。那么情绪低落就像一个感冒一样常见。张永厚博士提示您，如果抑郁症的症状没有超过2周，千万不要随便用药。首先要找到情绪低落的原因，进行自我的心理调节，同时加强身体锻炼，是很容易不用药物就调节好心情的。抑郁情绪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哪类人最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名医在线邀请黑龙江神志医院的张永厚博士帮您巧妙排解不良情绪，欢迎收看。根据不同的表现，我们有按一天情绪的起伏，早上不高兴，下午不高兴，都是不同的，并且还有年龄层的这个划分。所以也提醒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千万也不能要对号入座，像我们之前说过，不能过分对号入座，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这个状况的积累，比如说2周以上，频次要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诊断为你自己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如果趋于的话，正常，比如平时偶然有一次这样情绪低落，其实都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对。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案例哈，这位女士，她有一些临床上很多表现，像近半年来，陈女士经常感觉到头晕头痛，感觉头上啊有个东西像紧箍咒一样紧箍着，周身乏力，四肢酸懒，然后一句话都不想说，总是高兴不起来，睡眠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经常感觉对孩子也不亲了，感觉对社会来说我就是一个废人，经常度日如年。有很多这样的临床表现了，它可以定性为一个什么类的疾病呢？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有自杀行为哈，比方说我不想活了，度日如年也好，你怎么痛苦也好，但是关键这一个词非常重要，诊断鉴别点就是你有没有说不想活，想自杀倾向。嗯，如果没有，就定不了抑郁症。
这一点是肯定的，那叫抑郁状态。那么它有几个症状比较特殊啊？第一个，脑袋呢有一个束带感，医学叫束带感，它脑说像扣个东西感觉，感觉紧，哎，赶紧，像孙悟空扣一个紧箍咒似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植物神经临床一个表现，比较常见的，像有的人说，脑袋有头皮麻，像有虫爬似的，有时候我这皮里外疼，有的耳朵有刺挠，眼睛也干，口也干，你这脑袋总之没地上，没有好地上，但是做检查呢，都正常，没事儿，没事儿。所以说这医学叫啥呢？叫一个植物神经紊乱的一个束带感。那么它全身症状出现的症状也是一个植物神经症状，那个全身都难受，有一些懒散，生活没有上进心，这是一个精神心理一个需求的问题。另一点，它躯体症状化也比较突出，突出在哪呢？它身上比较难受，而且呢对各方面呢事情呢都要求呢自己呢比较低了，没有上进心。那么另一点呢，就是植物神经啊和抑郁状态啊和抑郁症啊，在临床啊做一个精神科医生啊，一定给病人呢要诊断准确，不要笼统地说你是抑郁症，你是神经官能症，你是分裂症。我想你做个医生就是没有负责态度的问题，一旦给病人诊断错了，他还这个病人呢压力太大了，他的压力大吧，首先病不重，你这一说一诊断重了，他到来了，反倒加重病情了。对了，反倒加重，一加重以后呢，就只是产生啥了，恶性循环了。这个病啊，总是吃什么药也不好使，到处呢检查求治，所以说这样情况是非常麻烦。那么我根据这个女士呢，她这种情况呢，还是一个呢往抑郁症发展，但还没有达到症的程度，但她也是呢比较重的一个程度。其实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很多案例，像今天这位女士的案例，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都不一样。之前好像是前期这个人本来就很内向，会有一个病情积攒的过程，也理所当然觉得确实得了这样的疾病，前期也有表现。但是陈女士的情况跟我们之前完全都不一样，开始很开朗，但是确实心里有这样的自卑感，产生了抑郁的倾向。那陈女士在我们问的时候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她说呀，自己内心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但是单位所有同事都说你很高傲，很难接近。可能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给人的表现和内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针对于这样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些朋友吗？无论是内向和外向的一个性格的人，记住精神是支柱的，无论你是躯体有什么多大疾病或怎么样，记住精神要站得住，你的疾病就可以排出去。第二个问题，朋友说你评价是什么，那是同志也好，家里也好，有的人呢是给你很好的一个评价，是了解你，不了解跟你评价不好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了解到你一定程度。不管评好、评价好、评价坏，你都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生活中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抑郁情绪，那么如何才能排解抑郁情绪呢？下面我们来教观众朋友几招缓解焦虑抑郁情绪的方式。第一招是大笑，让心肺功能得到锻炼，让大脑释放内啡肽这种物质，让人感觉欢乐起来。第二招呼吸，首先深吸一口气，屏气三秒，再呼气三秒，再屏气三秒，这是一个循环。第三招，洗热水澡，可以缓解疲劳，调整情绪。赵永厚，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后，全国中华中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中医精神疾病特色专科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神志病政治规律重点研究室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神志病重点学科带头人。抑郁情绪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哪类人最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名医在线邀请黑龙江神志医院的赵永厚博士帮您巧妙排解不良情绪，欢迎收看。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短信平台上有哪些朋友给赵博士留言。有一位手机号是135，尾号是6286的朋友，这位朋友今年29岁，说20岁的时候啊，因为学业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曾经想到自杀，但是没有就医呢，2年后就逐渐好转了。但后来有一件事儿，因为恋爱和工作的问题又复发抑郁症了。忽然感觉到啊，难受、心慌、烦乱至极，无法入眠，不能在屋子里面待，整夜让妈妈陪着在街上乱转。请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啊，他这种情况就是错过了一个时机，错过什么时机呢？他第一。